今天是20211月5号，那讲这一档我手中的持股，2439美绿，这个超牛皮，超难玩。那为什么我要抱那么久？因为我就一直期待它有一天会冲出去，结果它都不冲。那目前手中有30张多单，空单有我算一下，八张空单吧。那这一档，我觉得就刚刚好吧，底扣都在附近吧，所以我是看到会出量。出量就有机会往上攻，出量的话空单会一些，然后看情况，很强的话就加码多单，看有没有办法冲这里。那如果像这里啊跌破60均就加码空单追空，目前是看多的，周 K 看起来还好，这边之前有出量，感觉好像要酝酿的感觉。看这个有没有办法站上去。月 K 这个。6、7月有出量，就又被打回来，然后他又不死，在那边鬼混。上个月有差一点，就好像是一个箱型的感觉吧，就看有没有机会。他这一档也混很久了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混三年，就是混那么久，所以我才不讲丢掉，搞不好那我不玩他，哪一天冲出去，不是很倒霉。那这一档也是被骂翻了。超级大烂股。烂爆了。涨没份，跌有份。CP 值不高，先走了。一堆人都走了。我也很想去买别的，可是这个比较好避险。我为什么聊到这一档呢？就是因为它比较好避险。之前的之前录的讲到哪，我也是忘记了。目前就讲我手中的部位，多单30张，空单8张，就这样子。往上走就补一些空单，不过要出量，然后加码多单，看有没有办法冲出去。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会不会冲啊，就觉得可能会，然后就试单，那试对了就抱着，那试错就赶快对冲，都是这样，我这边都是这样，冲很多次都失败啊，每次失败就赶快对冲回来，你看就是这么难玩，我在这边也被磨很久了。好，这就是我手中目前的持股2439美绿的那个交易状况。好，今天就录到这了。